候因为有同安节嘛，所以他有很多旅客来，但是我们当时因为那么多的旅客需求，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个商机，所以就把一间旧房子把它整修了之后开始在做民宿，做之后发现很好玩哎，在设计的时候就是觉得说我喜欢欧洲的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所以我就以欧洲的建筑城堡为一个元素开始去做这样的建筑设想，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城堡了。Google 买关键字啊，雅虎啊，然后部落客邀请部落客来住啊，然后他帮我写一篇文章，帮我放在那个旅游平台上面。那在那个他只是一个活花。然后他来写过之后，真的会有一个短暂的时间是有蛮好的绩效，可是那个过了之后，就会再归于平淡。那我们还在想办法再去做其他的行销方式，这样子。我是在我们那个LINE 的族群里面看到跟我们的红昌电脑这边洽询说，请问一下这个加入的办法是要怎么样加，那我们可不可以有资格加入，所以主动的去询问理事长帮我加入数位共好这个族群，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因缘际会才能够加入这个数位共好，然后去学习到这么多新的知识。这一次我觉得这次所有的学习当中最重要的就是 AI 的，这因为 AI 是这一两年才形成了一个新的数位的，算是它是一个学习的数位工具 对，所以这个工具我们目前之前都只是在网络上皮毛的去试着下载免费的那个ChatGPT， 然后去试着玩，可是我有兴趣，我也觉得这个对我一定会有帮助。电脑辅导之前，我们一样是透过同一个 app， 但是可能了解的没有那么多，因为它有提供免费版，所以我们是以免费版先入手，所以有一些它的元素是需要付费的，我们没办法用嘛，那我们就是先使用一个月看看，那觉得这个 app 啊其实还蛮方便的，对，我们后来我们就付费去买它的年费版，然后再去用它图片去背啊，这个很方便，它现在就是一键就可以生成，然后还有很多的元素字体跟影片的功能它都可以用得到，很方便。它现在也有你输入什么什么请给我生成什么图片，它也有办法做得到这一块，脑中会有一些想法，但是我会先跟老板娘讨论，对，我们两个一起讨论说我们的主题要在哪里，我们什么时间用什么样的一个方针去做这些图片跟行销广告，就我们两个会讨论好之后，短时间内就会告诉我，可能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就呈现了一个完整的版给我，甚至不要到一个小时。我们在讲尾牙春酒嘛，那就是我给他说，我们是欧式建筑在宜兰的一个包栋民宿叫城堡，那就是帮我关键字帮我提到可以尾牙春酒，然后家族旅游等等的，这样就是让大人小孩都可以在这边玩乐的主题，让他去生成一个音乐，然后让我套在影片的当中这样子。以前的话没有透过 AI 工具的话，一个礼拜可能一篇左右，就是有后制啊，有认真的文案的话，不单单只是照片这样子的话，可能一个礼拜一篇。那如果现在有使用的 ChatGPT， 它可以帮我想文案，那我可以给它我要的关键字，它给我一些回馈，那我再去做细项修改的话，大概是一个礼拜可以到3到4篇。然后我再使用 Canva 去做图卡的部分，对，所以就是变成说我的贴文可以比较丰富之外，也可以一个礼拜的数量也会比较高，这样子因为我在社群的活跃度会比较高嘛，客人来询问的量也会比较多。我昨天才在问我们 Tammy 说，我们的粉丝数最近怎么样，他说
最近呢多了很多耶，就是本来从9000多，现在变成10000多的那个粉丝量。那我问他说什么原因呢？他说是因为最近都是有导入到这些影片所制作出来的这个广告，那客人的年终的这个活动蛮有兴趣的，所以很多客人都进来了解。哎，再下来哦，我最近很想要学的东西叫自媒体这个部分。我打算我老板娘我亲自出马，我来拍自媒体。我相信我们的业绩跟我们的知名度会因为有再多一个这样的工具，加上 AI 之前学的，加上之前的 Lite 的一个教学，我相信我们可以发展得非常的好。